在是你，你马上离开哦。啊，那无你安尼算是四处无痕。阿姨，浩峰，你到底对群人做啥？你想哪在家？到了清洁员，我遐尼憨笨呢，我真正好像用老师滚哦，爱几十万块呢。什么大楼清洁员？一栋大楼根本就无请什么大楼清洁员啊！我那我拄才出来，拄到后摆送清洁员是啥？啊，不是讲囡仔，人呢？你是要去停车场，找到他开大的车，然后对迄台车特地搜查。我怀疑迄个物件藏伫遐。对，我拄才去停车场，我嘛惊着，迄物件那现场就无去啊，我的物件无去。啊，迄个人伫你车后边，鬼鬼祟祟，写从哪？厉害，我想办法，让王雅芳赶快就医。我怕是要趁这个机会，让王雅芳关心洪爸，然后洪爸认为是我管好伊的。那恁就算讲我身份就比较胖吗？我伫咧阮爸心目中的地位，也无人会当代替。哎哎哎！大姐，你哪会安尼？这地啊，干你的？不是啊，嘛不是我的啊，那是这钱。你真好大胆，连我的钱你嘛敢摕？我今嘛给你一摆换命机会，明仔来天王进前，把钱塞去用电的所在。等阿婆，等我找着你哦，你代志就大条。阿姨，那是你。你马上离开哦！啊，若无你安尼算是四处无痕。阿姨，浩峰，你到底对群人做啥？你想哪在家？